各位亲爱的来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手鼓演奏家林纯真小姐。今天带来的曲目是 Another New Rick， 我们掌声欢迎林纯真小姐出场。
很优雅美丽的表演。哦，刚才听到这个手鼓的演出非常厉害，一颗小小的那个铃鼓，真的是突破我们的想象，因为它是那么有文化跟那个内涵的。我从来不知道铃鼓可以这样子运用诶。那个手指的灵活度，那哒哒哒哒哒哒，因为本身我也是喜欢玩鼓的人，这样子。是啊，你看就像古代人。你身上有一颗鼓这样子。这真的有。是实在是好难过，但爸爸妈妈好开心，知道吗？看到我越来越胖，他们觉得好，孩子很健康这样子。那这个手鼓的部分，我们结束之后，接下来的这位大师来势汹汹。真的，接下来这位大有来头。我上次节目单吓死了。真的具有多重身份，我先介绍一下他的来历给大家。这位先生呢，他本身是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的讲师。哦，是校友。就是从自己又回来的学校这样子。那他同时也是玉山菊园合奏团的负责人。哇，非常多才多艺。那旗下带领的国王铜管五重奏，本身担任团长。团长，什么好康都是他，对不对？真的，就是，那其实他还有一个特别非常特别的身份，就是宝岛客家电台的主持人。这个不知道标不标准，他没讲好，他又要生气了，他肯定要骂我们了。真的，但是他听说现在的修为非常好，你知道吗？是没错。这位大师那个整个人的气度跟涵养完全不一样，他本来是一个，也不能说斤斤计较，但是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教授了。好啦，我们敢这样欺负他哦，在言语上吃他豆腐，就因为教授在我们菊园协会里头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个幽默的人物。我们每天只要有他哦，就笑到东倒西歪。对，协会里面的开心果这样子。对，那这个教授他主修的一个乐器呢，大家不知道对铜管熟不熟悉？他是说兔吧，对不对？兔吧，我也是认识他这个人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叫叫他兔吧？兔，应该是没有兔吧？主修非常特别。那个大炮很大一管，等一下我们看了就知道。那今天呢，他自己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小故事，在我们这个筹备音乐会的过程，你要知道，身为一个音乐人，他对于自己的演奏的功力以及这个展现的程度是非常要求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人有一位非常可爱的，我们非常爱他的这个弟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生病了，那教授竟然是这不辞辛劳，然后每天很义务的去接送丽菊做放疗，后来回到我们的会馆跟大家一起相处，享受家庭的温暖，享受大家一起在一起的那种感受，然后大家就是觉得非常温馨这样子。那教授呢很厉害哦，他能够筹备音乐，还可以这样子跑来跑去。对，那我们特别为他准备了一段 VCR 来感谢可爱的教授。好，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现场 VCR。丽菊，你怎么了？
作家叶天鸿以及钢琴伴奏邱叶毅先生带来的这首协奏曲。
Thank you.
精彩的表演。